南部区运营将会非常困难。哎，萨和十二月的一波配合啊，是直接把小番茄给击倒了。这个角度的话有，我们看到配偶是有两个人，阿西莱夫特啊和马云龙是先开车已经过了这个 P 城，但是后面还有两名队友还没有过来 ，AZ 和明。悟空，这是一个打劫布局。是的，已经放了前面两辆了，后面两辆有点危险啊。好，又是五位的声音。成功拿下 small cc 的人头，摩托车想要对 AZ 造成一些输出，来了很近，这波要扫了，完了还是个敞篷吉普，贴得太近，完全都不知道这个时候还有人没走。这是一个打劫的站位，低保的分析。哦，小明现在走哪里都是枪线，这简直就是个包围网。这个反扑车要爆了，已经引爆了，哎呦！选手扫车的基本功，每一个还是都是很扎实的。先走的人是过去了，整个这一块悬崖加油站其实都很好啊。这三个空投是真的强，但捡不了呀。哎，从北面转过来了，牛 happy 碰到了天霸，来了一波打劫。牛 happy 是一个打劫站位 ，KRG 说实话圈太极限了，这个圈边队伍没什么太多好玩的空间。KRG 还在往海南去走，露露这个三倍连压两人，打了匆匆又打了小童，不过天路的队友就在旁边，露露有道具，看这个。能不能问队友要颗雷？喊队友来了，这边的牙皮和队友也是要赶到反破过来支援，近点还要用火力去顶一下，必须给压力，让对手不敢扶人。露露自己身上没有雷啊，不然自己打可以自己补。主要是侧面有这个 CTG 的枪线，这一波可能不能越过反坡去打下，看一下桥头附近的一些情况。巨符和时期也是在桥头尬住了。啊，小杨从旁边过来，但五弟弟他被。TMA 给抽了，离得很远啊，五六百米的一个枪线影响到了五弟，那五弟的这个位置也要不了了，三个人要在房子里面汇合，还是再换一个点呢？但这个换点走麦田的话，这边 ifty 也落位了，应该是听到了车的声音啊。主要在房子里面等，很尴尬。老菊出手了，那枪线三个人进来了，小杨一楼先把门给反锁住，绕了出来。这个真的好凶啊！来一个低抛的折角雷。小杨没有听到雷的声音，耳朵里面嗡嗡的，再加上队友的交流，脚步声什么的全部都听不到。FT 在那边拉扯阵型，龙斯哥已经到了北边了，马上上反坡了，烧了一个，这波用人头已经烧了一个，但景点刚刚露头，小杨放倒了实际兽，还有 TMA 的枪线，不仅有 FT， 还有 TMA， 小北一百。这个圈型圈边队伍真的不好打，就可能换分的意识会比较强烈一点，能拿一点是一点了。现在守防的人相比之下会更加的急一点，因为外面的人能动，而里面的人他动不了。旺仔的一波出枪又把兽士击倒，得到这个信息后，巨斧两个人决定发起冲锋，龙斯哥没秒掉，龙斯哥施展开了进攻啊，巨斧的两个人去排楼顶，人根本不在，人没有在楼顶，龙斯哥一口火烧倒了小鬼，对面三层楼已经被攻陷了，现在十七只剩小北最后一人，楼顶的小杨也倒地，伯良的一颗雷成功收下这个人头。五弟弟趴在楼顶，小北守二楼，想要上去来一波独立攻楼。在伯良这个精准的雷把五弟弟淘汰了，信息一跳，十七最后一人。又一颗手雷，小北也被带到 FTY 完成了一个全面的收割。可以，就至少是把这个分给换。就在现在圈型的边缘小待一下，把 Godway 赶走。哦，这边 Godway 出手放倒了老局，近点就是挺危险的，就看 FTY 的后续火力能不能扛住了，已经是拉到了前年的反坡。另外一次 MCG 选择直接攻 Pero 这个楼，由于前期的吊人 MCG 本身有四人的优势，四个人都贴了过来。哪个要丢一个低抛的折角雷，没有丢出去啊，给自己炸了一半的血，这种带栅栏的窗口很容易出现问题。看一下 Super 度相应的 Barry 啊，不过近战没有什么区别。小左上了二楼，两个人一个一楼一个二楼，马哥加到了一个门口，瞄人缝，坦克看到了一个身位、哎、马哥稍微有点胖啊，腿露了出来，被发现了。坦克上楼找小左了，已经听到声音，小左被打残了，这个过定。哦，这一波趴射放倒，但是 MCG 人比较多了，后续的队友补上了枪线，这一波的话也是完成了收割，人还给扶起来，没有损伤。一个 CZ 攻击，反应还是。再绕悟空，想要去再获取一些分数。是的，在这个过点的一个位置被许神发现，幺二被放倒，还剩最后一个 Godv 刚到 Muta 的北部防区。
主要是这种圈型 4M 真的很难打，很难打。绕北部的话，还没准能抓一个悟空的空档，对吧？大的，白龙马下枪，队友想野，一人中一枪，一枪头一枪身，许成跟队友配合一下，要接车了。后边已经把95K 击倒，悟空到了岗亭，还没有到全边的，太极限了。岗亭，悟空被约束住了，所有的视线全部被近点的 TMA 给吸引，不断的投掷手雷去压制对方。这个背身有机会，嘎的 V 想要更加火，能烧到位置刚好烧到，如果起身是直接能秒的，火带走了一个，没有想到背后来人了。要操作啊，先规避田螺的枪线，确定自己的位置是安全的，战场留给 TMA 跟悟空。悟空懵了，后面怎么还有一个啊？而且自己烧到的火，人头被 K 了。哦呦，这一分还没有拿到。KK 怪呀、啊、小骄阳。哎 GodV 再来利用对手的烟安墙过点，又是骄阳的出枪。骄阳大恶人 K 分还拿分。K 分怪 K 了你的分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，悟空好难受啊，这个小反坡居然在圈，但是露不出来头啊。被 FTY 发起进攻， FTY 这个阵线 TMA 很难打的，这进不来了。对的，这个是真的难打，基本功非常的扎实。旺仔跟龙四哥的两个人的小配合，直接把正面 TMA 打得只剩露露一人，露露在一个车后，过点还被匆匆给了一枪，匆匆过来把这一分收下。是的，两支队伍是瓜分了 TMA 的四分，卡边的队伍就是这样。车上四个人，敢开枪吗？敢打吗？哎，听到车声他也走了，溜了。是的，我的兄弟们是有房子的。嗯 ，New Happy 在寻找新的机会，集合一下。New Happy 这一波上了山 ，FTY 的布局，博良只有一个人顶到了左下角，那 FTY 可能会遭受到 New Happy 的冲击。New Happy 已经在注意了，要上车了。看 New Happy 去哪 ？New Happy 发起进攻，确实六阶段的架在五阶段打是好事，早晚都要打的。而北边的战场 MCG 已经把灵枪击倒了，这个位置就是 MCG 单方面道具压制的点位，打闪配合前压。哦，萨萨远点的一波出枪是把零度给击倒了，近点还能顶，又有新的道具打了上来。哦，五位的一颗雷是把坦克炸倒，正面战场也开始了，全自己一波出枪，然后他自己卡到了这个点，卡到了火上。他刚找了个很刁钻的角度从高打低，但是自己被卡住了。对的，好尴尬。牛在绕，有人在修脚 ，two tap， 就感觉像个街机怪。街机就飞机经常会爬到下面去。北部战场已经打完了啊，最终获胜的还是优势地形的 MCG。南边两支队伍还在焦灼的纠缠在一起。来一颗闪，闪到了啊，KRG想要扶一下 house 根儿。哦 ，two tap，two tap 忍不了了，也马上就散了。这波侧线来人，牛海北想要直接把这波架给接下来。如果说打完的话，能够把缺面给清理干净，但是稍微有点吃力啊。这边 KLG 近点接团，把 SMS 已经处理干净了，拉起队友之后，依旧在加油站是一个满编队。不过他的过点实在是太大了，受到了炮楼里面 DT 的攻击 ，RBS 也能抽得到，所以冷静了下来。木子里在启动载具的时候出现了问题，撞到了 Summer。New Happy 目前的情况已经比刚刚好的不是一星半点了，刚刚是有三个队在防区附近、这边还有个反坡可以去待，但是 MCG 这一波也是受到了远点的倒地了，想要找两三门倒地的这些分数，没想到看到一个正在扶人的木子里，直接给收掉。又是愚人，愚人的一发双狙打，把这个移动板上的小童打了下来。豪斯格的一个出枪是把楠楠击倒，现在 New Happy 组织进攻，two tap 已经被补掉了，豪斯根也被一颗雷炸到。今年还有，但菠菜也没有办法给队友架枪啊。是的，今年是个小凯埋着啊。牛海皮两个人要打协同清理了，牛海皮可以等可以忍，但是田螺扎的这个点被 FTY 的强线压制了。 FTY 正面两个人，龙四根加旺仔想打一波协同来找严重的骄阳，骄阳还在混烟，想为团队获取更多的排名分数。骄阳被远点抽到了，想要利用到烟雾弹把萨萨拉起来，但是这有一颗火烧过来了，两个人都被烧到了。旺仔跟龙四格两个人扑火，把整个烟里面扑满了。
那现在是 FTY 的时间了。是，现在 New Heavy 的话把品言大将军也扶了起来，目前也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一个位置。但是这一侧伯良的出枪将楠楠放倒，对，因为西部战场已经打完了，所以现在 New Happy 的背后就很难受了。 FTY 解放了双手，直接找了一波机会。是的，侧线 DT 找了这个狂 K 啊，这一波赶紧拿头。那周平也只能趴在身后了，因为伯良枪线的影响。现在这个圈型刷新以后， DT 的唯一的炮楼，RBS 想要去进攻这个加油站，但人在车上，愚人就被宁家给放倒了。近点 monster 到了菠菜的脸前，这一波啊，远点 DT 的枪线刚好能打到 monster， 这菠菜他就来了，往下一趴，菠菜不敢，菠菜也不敢出来，在厕所的后面，该吃吃该喝喝，又被远点抽一枪。小雨趴到车后，就在等菠菜了，已经听到了，看到了脚，在等出来，啊，很简单的就带走了。那下一步就看 RBS 有没有周平岩的信息了。周平岩现在是没有露过。能去顶了，能去顶了，架一下，不凉。大右边炮楼右手就行。OK， 能架一个，炮楼一个，炮楼一个，一楼里还是一楼外？一楼里，一楼里，楼里架着架架，有两个的，有人贴他们了。一楼里两刀打，两刀打。OK， 我去顶。这边已经有人贴他们了，一楼外一个，一楼外一个，另外一个我丢雷，我丢雷，一楼外一个，二楼一个，懂吗？这是另外两个，一直是，战死战死一战死一战死，李爱平你那边蹲呢？不要跑，今晚没把你架，哥们，我把你架，我再把你架，不是没把你架，说错了。